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1到210的整数中，是球是3的倍数，或不是呢5的倍数了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3的倍数的个数加上5的倍数的个数，减掉多少？减掉是3，而且呢是3的倍数，而且是5的倍数了。好，那这个1到110是3的倍数，有几个呢？就是1/3210了，有70个，我就3、6、9、10点点点到210。好啊，是5的倍数，有几个呢？就1/210了。52次，沃尔德10，42个。然后呢，是3的倍数，又是5的倍数，那就是15的倍数了。15的倍数呢，有几个？就是1/15210了。这个可以呢，整除。用3好，3×5=15，3×7=21。5×5=5×5=5=4/20，14个。好，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是70+42-14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70+42-14等于98，等于98个了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它是说是3的倍数了，是3的倍数，但不是5的倍数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且不是5的倍数了，用这个符号，3的倍数而且不是5的倍数了，所以你这个是3的倍数的个数，扣掉什么呢？扣掉是15的倍数了，就是 A3 且 A5 嘛，15的倍数。好，3的倍数有70个嘛，扣掉什么呢？扣掉15的倍数，14个。我就等于多少？就是说用文字图嘛，这是 A3 嘛，A5，就说是3的倍数，但不是5的倍数。3的倍数里面把这个5的倍数扣掉了，那这一部分就是3的倍数，而且是5的倍数，所以就是这一个减这个了，就这一块扣掉这一块，这一块就是15的倍数了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就是70嘛，扣掉多少呢？14，这是等于56了，所以答案是56。